的快乐。我们这个前面准备一个小小的饭标，是吧？一会儿给你们机会，你们在前面可以照相啊，不然的话就很可惜，是吧？请安静一下，好吧，我们就闭上我们的眼睛。为了我们2017年有一个美好的成就，希望我们2017年的梦想，通过我们这样的时间，我们向神献上祷告的时候，让我们2017年真的有美好的一个实现。好，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接父的神，感谢你赐给我这样美好的时间。主啊，我们2016年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恳求你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结束，让我们2017年所有的梦想、所有的愿望，在神里面得以实现。愿你所爱的儿女们能够美梦成真。主啊，你所学的儿女们在2017年有很多计划，我们今天用卡片写出了我们的心思，写出了我们的心愿，我放在这个梦想的箱子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献上祝福的祷告，愿他们每个人的梦想都能够成真，都能够得到神的应许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2017年同在。主啊，我们祝福你生日快乐，感谢你为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之上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请这旁边大声好吗？祝耶稣生日快乐！好，我们掌声来荣耀的耶稣，阿门。好，现在后面有吃的呀，现在可以吃吃的了。这个烛火暂时不熄灭。